今天给我吃不好了，我他妈的，我要恨死你了，我就不永远不再来了。自动拖拖三步就够了，给我捏紧了。不是我如果我在哈，没客户，我们怎么试都没事。你给我试出问题来，我都没事，我都不说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客户在，你说鸡毛鸡搞不开，我掌握了乱七八糟东西都有了，人都不服我吗？他妈的！加温度，加温度，好打打打，没打打的。因为上次在这试了，你试的 OK 的，知道吧？我模具拿回去没动，就放在那等。所以我就跟他说先加温啊，他叫我先打。你现在不是一点声音都没有？我在先加温度中。自动拖拖四模。自动拖拖四模。再补的话。两模了，再两模。开模距离老韩稍微差了一点点。开模一模行程差了一点点，因为产品推出来碰到影响了没有？如果能再加20个就 OK 了。关键我过了时间。没事没事，不用动了，反正他们调整下来，我们也可以了。那。他那开200个，我就开了500个。老板，我在小米去买螺杆，小米叫阿东，阿东叫我去买，两人拖一个推一个，我怎么搞对吧？然后现在我搞五一活了，我搞我把1000块钱买几瓶啊，买过来给你，管你妈的，给我干死。我的夹板太小了，我知道，关键没办法了，我夹板。你看这模具打不得很顺的吗？一点响声都没有，那妈呀，我都气得怪了，兄弟。再拖一模，再拖一模，你把它插起来，你到前面去。打得很顺的模具，都怪他，我说。我说不能松，他松一点，松一点，我说不能松啊。你记住哈，小优，你以后记着，记着我说的话。那个桶一，只要是桶之类的和那个薄壁的都不能松，越松越偏。你记着我说的话，你说的话行了。只要是圆的模具，松必须刚锁到底，因为如果不锁到底哈，你锁松了，模具如果打起来，这边料快，这边料少，就等于偏心嘛。这边料多住的，这边料少住的，到时候模具挤着的，硬挤挤着的，斜着那边。拼命拉拉不开，好吧？这个是特别的宝贝的。对，这个是我的经验之谈，我告诉你，你知道吧？那我倒不知道。好，可以了，就好吧。啊，可以了。看看料还多少？在哪里？先打吧。料桶量能打几模？两模。先打吧。啊，先打先打。拿拿拿！不会炸了，调好就不会炸了。炸了好几次了，你都不会炸。你问一下客户还要打多少？问一下小服务员，问一下客户还打多少？关门，关门。
把料砸了好了。你先把平常的我到哪边把锅一炒了。你再给它炒好了。不要砸了。啊。我问他一下要不要再砸。啊？问一下他要不要。问一下要不要再砸。要要再砸。What is this? Metal weight? Cooling water. Material, material, not cooling time. Cooling time. 这个吃了，他吃了。然后这个是三这个不是 no, 这个没关系的。这个没关系的。这个机器要存在线索没关系的。这个是老机器，很多餐是掉不出来的。那个，你把那个。